关门了，那只猪。哦，炸到了。哦，有人炸钱。有人陪你就算了。去吧。啊，拜拜。吃大组合。原来重量这样子的。吃大了，成功了。Hello， 打到吗？进去吧。迟到威龙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啦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还大过瘾，两次多了，两次多了，拜拜，拜拜。你看看日常生活比赖，我就是这只可怜小汤姆。你看看这个人。Hello。Hello。嘿嘿。哇！冲翻的。谢谢。老师是不是变漂亮了？他是头。哇，你剪头发了，红头发。刚刚出来他还说打雷，是不是？跟老师拜拜啦。现在活泼了好多，你蹲下来他又会抱住你的，是不是？现在会气得原地跺脚，在家里会。他可能学。哦，学小朋友啊，有其他小朋友会这样子。哦，他们这个阶段很爱模仿的。嗯，我就说他回家会。是不是？拜拜，跟老师拜拜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学习呀、啊、你。谢谢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是不是拜拜飞吻的？飞吻了。原来你跺脚是学习的啊？你学谁的？是不是学李尚的？好，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再下一个。这个痛痛的哦。下一个。小心啊！好了，拍完了，我爸爸你起来了，跳下来，来跳。啊，好。啊，打雷啦！今天热热有没有走？爸爸，爸爸。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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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雷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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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打。怎么开了？按一下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行不行？他要开那个头棚啊。这个打开。哎，哦，爸爸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这样吧。可以了，可以吗？喜欢吗？喜欢，好。走吧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，耶，耶，这里，爸爸为什么经常识别到你的脸？莫非是你的脸搭？脸大容易刷是不是？我给你看，我们电梯那里有新装的东西，你自己等一下看看有没有发现。你肯定不知道的，以你的热猪猪肯定不知道。你看我给太多的那么严。
剪皮。小企鹅，你怎么知道？你又知道了，你又懂了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是不是乐猪猪出门的时候安装的？空调。Aircon。Okay。空调。你又长胖了是不是？啊？刚才还去偷吃了个胡萝卜，对不对？好吃吗？好吃啊！有没有长高高？没有长高高啊！你给我看看，给宝宝看看。站好，站直。你不用看了，宝宝帮你看。好，1.90米，一不用发音。变高，宝宝叫你变高一点。叫叫怎么变高？啊，怎么叫怎么变起来？哇，那把已经90几了，妈妈看，那把90几了。哇，那把已经95了，妈妈你看，你怎么说？加油。乐宝只是心理上有点害怕，其实没有帮助他，他自己用力的。但他摸着他就比较安全。摸着了，我摸着了。怕怕是不是？怕怕没关系，你抓紧了，宝宝帮你。哦，你觉得？今天不用吃了，宝宝煮的饭感觉怎么样？吃饭的好。睡完生了吧，拿去睡觉都是缩小版。给妈妈看看，你手上的东西给妈妈看看。某某跟兔兔，你给我看看。今晚都是缩小版，对不对？是啊。那你今天晚上乖乖了，知不知道？好啊，今晚上这么好商量。要闭着眼睛睡觉，知不知道？不要想着起来叫爸爸妈妈了，知不知道？要睡到明天早上的，我们就在旁边。对，知不知道？到。这几天都是一进去说好好好，然后想60秒就叫了。59、58、3、2、1，妈妈。爸爸是不是？晚安。飞完。拜拜，真的要睡觉哦，知不知道？啊，大，拜拜。按一次就可以了。你跟他早上好。早上好。早上好呢。你这个衣服。你等一下拿给老师，你自己手中拿的，这是你同学的衣服。你给老师，老师就知道了，啊、知不知道？跟老师说服，你要给老师吗？好了，我也不会交给老师的呀，好。你看上面，去吧，可以的，拜拜，你记得给老师了吗？啊，大你跟老师说服。那边呢？右边。那边。拜拜。哎，在聊吧。Hello， 大姨。Hello。Hello， 文。张嘴开门大法。Hi。拜拜。跟老师说拜拜。嗨嗨，走了，下雨了，宝宝抱。
走路。爸爸，你今天很累吗？啊？你怎么扁嘴了了吧？你怎么有心思了吧？有什么心思？你今天怎么了？哦，牙牙是不是？牙牙痛痛。哦，所以扁嘴是不是？爸爸看看啊。哦，还没出来，哎，这边呢就出来了，你看看。嗯。那边呢？那边。哎呦，小可怜 哦。这里，妈妈看。哦，对，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再坚持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再加油。加油。加油。怎么加油？有心事了，现在的话。见到我就可以了。有少男心算，你看。啊。嘿嘿。你看看这个。怎么扁嘴的？乐宝。怎么扁嘴的？你怎么扁嘴的？好，他不要你围了，怎么扁嘴的？刚才怎么嘟嘴了？是不是这样？你看妈妈，你看妈妈是不是这样？有心思了吧？欸，有心思了。姐姐，哦，姐姐呀，啊，姐姐呀，当姐呀，当姐呀。好了，上车吧，你们去吧。啊，好好看哦，西洋菜。西洋菜是哪个穿尿布的帅哥了吧？啊，裤子看看，看看裤子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哦。那姐姐，哎呦，怎么这么帅呀，了吧？了吧，怎么穿什么都好看啊？啊，哇。哇，这，哇，这，哇，好帅，好帅！妈妈给你拍个照，耶，耶，怎么耶的？怎么耶的？给妈妈拍个照，妈妈用手机帮你拍，耶，耶。乐宝，嗨。你们太大了。五月，给妈妈嗨。你嗨嗨耶一下就好了，耶一下就脱掉了。好，算了算了，好了，脱掉吧。好，要给影展员。那我们先去洗澡好不好？因为我们拉臭臭了。你拉臭臭了，要不要洗澡？你不要洗澡啊！老板可以给妈妈看一下吗？穿背心是什么效果呀 ？One, two， 这个你可以测这个。